开车路过，然后看到路边有一家很多人的路边摊，就下去看一下他们在卖什么。这里他们在卖妈妈面、冬阴功，泰文名叫做妈妈冒怀林汤，就是妈妈面火锅，路边火锅。超级多人。是火锅妈妈面，然后放很多海鲜在里面，看，还有大虾。我一个人叫了一大锅，不知道吃完了，会不会吃完。锅海鲜冬阴179块，我看这么大的大虾。里面有放那个方便面的配料，然后还有放那些正宗的冬阴功配料，还可以，很正宗。一锅里面放了2块鱿鱼，然后找到了3个虾头，可能有3只小虾吧，然后还有这个3个，还有1只大虾。2个鸡蛋，鱿鱼很新鲜。小虾。有些也是鲜的，这个中文不知道叫什么，可是泰文就做海面裤。超级喜欢。方便面一直是我们最爱吃的一种食物，妈妈面、冬阴功。
在锅里找到两块鱼肉，里面还有放鱼肉两块。先切它的头，它的头最好吃。大了家，今天在路边无意中遇到这家美食，可以说很清香很好吃，可以给个五星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按下面的subscribe。我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说里面有三个虾头，可是我只吃了一只小虾，难道我的虾不见掉了三只？